电视剧《我的恶魔少爷》正在热播中，韩七露和初夏这对情侣的感情波折一直备受关注。韩七露的奶奶一直都不喜欢初夏，总是找各种理由来为难初夏。当秦青出现后，奶奶对初夏的驱赶就愈加紧迫了。为了留下了初夏，和秦青进行了各种比赛，虽然最后初夏赢了，但是奶奶却依旧要赶她走。面对奶奶的厌弃，初夏无助又难过，还好七露一直坚定地站在她这一边。在七露的坚持下，初夏并没有离开韩家，虽然奶奶不喜欢她，但是也没有再做出更过分的事情。就在七露和初夏松一口气的时候，奶奶却突然宣布七露必须马上和秦青结婚。被吓到的七露赶紧质问奶奶原因，原来是因为韩家的企业遇到了危机，需要七露和秦青进行政治联姻来拯救家族。有责任心的七露虽然很抗拒，但是最后还是勉强答应了。在婚礼上消失多日的初夏突然出现，他拿出一张3亿的支票指着韩七露说道，他是我的。韩七露看到霸气抢婚的初夏，立马笑开了花。他一把抱住初夏说道，傻瓜，这就是给你准备的婚礼啊。初夏现在才明白，原来这都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惊喜。反应过来的初夏立马抱住七露娇嗔道，讨厌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订阅哦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